我是京剧演员谭孝曾，我出身于梨园世家，大家都知道梨园界有一个谭家，算七代一脉相承，都是搞这个文武老生，都演一个行当，所以大家经常说谭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京剧史。我是60年9月份入校，61年1月15号我就演出了，到了62年。这个毛主席，接见了我祖父、我父亲、我们爷儿仨一起到中南海给毛主席清唱，毛主席亲切接见了我们爷儿仨，那阵管我叫小小谭。我是68年毕业以后就分配到中国京剧院了，在红灯剧剧组，一待就是16年。红灯剧组在这儿主要是演老百姓啊、游击队啊，就是演这类角色。那时候不允许学传统戏，也更不许演传统戏。后来这个文革结束以后呢，恢复传统戏了，恢复传统戏，当时那个可以说是京剧的又一个高潮。那时候你知道出现什么情况？带着棉袄在票房排队，头天晚上排队，因为都是第二天中午12点开票。京剧就到这种程度。随着改革开放，外来的文化进入了中国，孩子们嘛都唱迪斯科去了，都是什么？这京剧一下就分流了好多好多的观众，大家都有点迷茫的一个状态，怎么办？京剧还能走下去吗？京剧还能有再次辉煌吗？那阵就提出要振兴京剧嘛，有这么一口号啊。所以那阵就说摸石头过河。两亩不能成功，你我当然那时候我是已经调回北京剧院了。89年的时候，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和多伦多大学联合出面邀请我和我爱人到加拿大去讲学。这那个时候你们可能没赶上，正是这个考托福满处这个出国找门路是吧，去发展，正是那个阶段。考量了半天，最后我们俩毅然决然还是决定不去了。我觉得京剧的根还是在中国，所以这也是我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也是为了振兴京剧，就把中央电视台的11频道单拿出来，成立一个空中剧院，就是为这给当代的当时的戏剧名家和后来的青年演员找一平台。所以你看现在在舞台上当红的这些中年演员都是那时候发现的，那时候得了奖了以后开始起来的这么一批演员，现在都成了京剧的中流砥柱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空中剧院的得意人之一。那天我蹲着台口签字，签了小40分钟。没想到，京剧也有了追星族了。过去旧社会唱戏的就是戏子，从戏子到艺人，从艺人到文艺工作者，要把我们文艺工作者定成人民灵魂的工程师，就是一步一步，确实把我们这个从事艺术的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我们后来就是，项目负责制了，要搞这个那个，这个项目就是我的负责人了。就那次我们做了一个大胆尝试，完全走市场，走让市场检验观众喜欢不喜欢，这样搞了11场戏，几乎场场都靠满。我就得出了一条经验，我说京剧不是没有观众，你一定要有好的剧目，好的演员。近几年不是国家要求我们啊，面向基层，走向社会，送戏到大学，
带进了很大一批青年观众走进剧场了。啊，原来我们京剧拉开台帘，几乎台底全是白头发，啊，现在一拉开台帘，既有保留了老的观众有白头发，又进了一大批黑头发。哎，雪莲辛苦。嘿，真别出汗了。国家已经走过70年的光辉历程，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啊，我愿意随着国家一步一步走得更好。我坚信京剧的未来会越来越辉煌，祖辈们已经会非常辉煌了，今天怎么样，今天依然精彩，哎，今天精彩怎么样，我们的未来更加光明，更加灿烂。我觉得是这样。你好，你好。老爷子从咱那个老就是您的爷爷50年的5块钱一张票来看，老爷子这儿，来来来，老爷子这儿。